原标题，堪称传奇。去伪皇宫，看满周国建筑设计中鲜为人知的秘密。2015年12月15日，伪满皇宫及西楼同德殿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开工。该工程2017年8月31日通过验收，并在2018年获评2018年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2018年8月22日殿上同德殿保护修缮暨实展开幕仪式暨伪满皇宫及西楼同德殿保护修缮工程暨实首发式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同德殿广间举行。殿上同德殿保护修缮暨实展分四个部分，从殿到馆，殿上旧貌新研修旧部落。该暨实展以殿上建筑构件的研究、保护、工艺复原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展示了同德殿修缮的完整过程，集中呈现了本项修缮工程的各个细节，同时也揭示了满洲国建筑设计中鲜为人知的文化秘语。同德殿修缮后的同德殿，同德殿是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馆的标志性建筑，为黄色琉璃瓦的二层宫殿建筑，1935年开始设计，1937年初开工，1938年底落成。同德殿是伪满皇宫建筑群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建筑面积3707平方米，是集公务活动、娱乐、居住于一体的临时宫殿。同德殿内部的装饰富丽堂皇，陈设豪华，并且装修细致，耗资巨大，室内空调、暖通、电气设施齐备，是当时高等级建筑的代表。同德殿的名字是取同心同德、日满一心之意。整个同德殿的造型是中日合璧式的，并且在每一片瓦当纸上都烧上了一心一德的字样。及西楼修缮后的及西楼，及西楼位于伪满皇宫内庭西院，是一座二层灰色旧式楼房，原为极黑雀运局办公楼。1932年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后不久便迁居这里，从此这座极为普通的楼房就成为溥仪及其后妃的寝宫。溥仪依据《诗经·大雅·文王·于鸡西敬之句》命名为鸡西楼。溥仪本想以鸡西象征前途光明，并继承和效法他的祖先康熙皇帝，幻想复辟大清王朝，然而却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操纵和控制，在这里度过了近14年的傀儡生涯。修缮后的同德殿九龙门，在同德殿里展示同德殿不仅是策展人的巧思创意，更是对保护修缮工程全部工作人员的诚挚敬意。展览主要采用图文并茂的纪实风格，以古迹修缮的工匠精神重新诠释这座近代宫廷建筑的岁月传奇，欢迎广大市民去伪满皇宫看鸡西楼同德殿保护修缮工程纪实展，回望历史，砥砺前进。记者：宋丽，摄影：宋丽，和敬畏编辑：林奇责编。愿丹于非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